我搞丢了我跟玉泉很重要的宝贝，我很愧疚。他跟我说我们是朋友，我的心好痛。听玉泉说，都不准插嘴。我想要重新整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，我想要你当我魏权的妻子。我个性很基础，我就是懂得保护自己。我脾气很差，我会压抑自己的情绪。你这么傻，妈妈聪明就可以了。二哥子，好戒指啊！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鬼市执行长 Evanor 实时做。